代表，刘主任，好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今天有一挂人哦，去看谢金燕了。哦，啊，有缘有咱家西中的乡亲哦，来遮关心咱的台湾哦，遮甲大家说声谢谢。首先，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应该大家拢知吼。今仔早起10:29吼，咱的白宫联署吼已经跨过门槛吼，现主席可能是10万5-6千人吼。啊，咱伫早起10:29已经。哦，虽然跨过门槛啦，咱即摆是咧写历史、写记录吼，还要过20几天的吼，希望讲会当过。更上一层，咱希望讲会当超过20万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有一个意义啦，吼、哦。虽然讲这白宫网站普通的内容拢含美国国内事务较有关，但是有这个门槛超过10万，奥巴马这个代表迄个美国政府吼、哦，对咱这个提案吼，肯定是有一个回应，吼、哦，这是咱。希望得到国际的重视吼，来和大家分享。啊，那党员应该拢有收到我的通知吼。啊，这是说，因为咱侪侪诶，不是党员，是咱党友吼。咱美西东部的网站吼 ，dppusw.net 吼，咱即马因为大家知影即几工。台湾上热门的这个反黑箱文化吼，即、哦、学生的运动吼、哦，如火如荼吼、哦。啊，咱美西东部的网站哦，即马对这个代志吼，真详细的资料拢伫边看吼。啊，有一张我写予大家公开信吼、哦，啊有连接这个。立法院内底的网络直播吼，你甲点着就有。啊，一个电视直播是电视新闻吼，大部分拢是一新闻甲三 D 新闻，拢即时的吼，你随时看得到。像我昨暝为着要看江宜桦去甲对话的情形吼，看到半暝2点吼，啊，伊哦，咱甲你甲公送出去吼，哦，看得大家心情正好。啊，拄则。一直在传播这个、这个马英九的国际记者会吼，还是你人家看是了无新意啦。但是来讲，这个学生诶，对尾后可能会马上来举行一个国际记者会吼，咱拭目以待。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吼，啊，内底咱有放点些图片啦，有包括一寡录。世界各国伫咱台湾留学生，伊拢有 comment 吼，啊录一寡影片，拢有放伫咱个网站吼，即、大家多多利用吼 ，dppusw.net 吼，即、拜托。啊，要搁继续联署个，咱个点着连接个拢有吼，啊加即、这个迄、这个 CNN 迄 I Report， 吼、咱个连接你点着，看着即摆到目前投稿 file 个人。250几影片甲相片吼，去大家拢会当参考。所以这边是引起所有全国一个关注吼、哦。啊，刘主任甲吴代表拢打来吼，因来伫现场小等，因小可加减会讲的吼，你、大家较注意啊。要讲到主题以前，咱当然即摆大家上关心的即个服贸问题吼，啊，当然即边即个学生会当来，或者是波兰，当然因为大家对民进党有小可有批评吼，讲咱好像努力不够吼，当然咱这行即个立法院路线，咱人所得输人吼啊。啊，需要借助公民甲学生的力量，啊，这边毕泽公，咱也真欢喜，讲因会当安尼站出来，
咱以前常讲，咱咧抗争，咱遮侪党来咧抗争，特别咧讲，咱是咧为后世代人拍拼，吼、哦，给他们一个未来。即摆看起来，因咧带咱嘿，咱伫边做边啊咧甲协助，吼、哦。啊，今日咱所出先后讲，吼、哦，为着要扩大抗争，结合这个学生运动，吼、哦。学生在，我们都在啊。学生不走，我们也不会走啊。学生在异常里面，咱照明在异常外面保护他们的安全。咱希望这个会当非常的成功啊。啊，我定来爱引用科比一句话吼，这句是我感足感动的，就是讲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是失败不要是因为我的原因。哦、所以咱吼、哦，大家希望大家会当尽心尽力，吼、哦，咱希望这个会当成足达到咱的目的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目的，即马这最佳注解，我看就是真正是因提出这行动宣言，吼、哦，独裁若变作事实的时阵，革命就是咱的礼物，哦，即句可能是。最后最佳的注解吼，咱大家爱记，这个革命就是咱的礼物啊吼。咱唔惊因个残暴，讲是暴力吼。这个驻美代表叫做，就是迄、那个叫黄光远讲，甲总统有特殊性关系迄、那个吼，吴德达等伊吼，伊讲，伫美国，伊伫 DC 要等伊个时候讲，伫美国，这个。我这个暴力是不容许的，哦，咱嘛要讲，那讲，会当在咱平和的抗议当中，有人也是袂得在咧扑来扑去吼，这无去用拍死的吼、哦，这可能在美国嘛袂发生的吼、哦，所以这得到咱思考，来，即摆讲到咱今仔的主题吼、哦，咱2012年。一、这个总统大选，咱无选赢啦吼，大家拢真不准。爱咱检讨些正多吼，最主要就是讲，咱的两国政策啊，加咱的美国外交甲一国外交，这都加咱今仔日的主要来宾刘主国际部刘主任啊，加吴代表吼，这。因为这里嘛真重大啦，吼、哦！咱拄只讲个，迄、那个驻美代表都无路用，可能来靠咱这驻美代表，靠反倒啦，吼、哦！小等伊会甲咱一一来讲只。今仔日咱首先吼，若、要讲到这个中国政策甲这个。拓展这个外交，除了美国部分吼，咱刘主任吼有准备一挂资料要甲大家分享吼，讲咱即摆咧做个代志，甲以后个方针吼，刘主任伊会甲咱足详细个，伊个话个破译，要从飞机前个答案就放伊边个吼，所以伊话单简单甲咱分享一下伊个经验。来，今晚热烈的掌声下，来欢迎刘主任，谢谢。好，足感谢吼，足感谢咱的地主义吼，足辛苦的，迄个运动伫咱洛杉矶遮拍拼，搁咱吼美西党部遮咱拍拼吼。今日嘛足欢喜，有都有这机会吼，搁会当去年六月了吼，搁有这机会搁转来咱洛杉矶吼，搁伊前摆，搁伊乡亲，跟大家致意。感谢大家好，安尼。你呾咱主委讲啦吼，我要上飞机之前就是拜五，台湾时间拜五，规工啊，规飞机是，我飞机是暗时飞机嘛，规工我拢伫阮东部拢全体动员啦，吼，拢伫另外外口。迄间咱东部有动员，中南部、甲中部、甲北部30000人去，吼。加上现场遐个学生啊，加起来迄工二时啦，吼，拜五二时差不多有4-5万人。暗时。下迄上班族下班了，搁去的，吼，迄工可能是上侪上侪啊。
嘛是因为安尼才变江宜桦吼，行政院长江宜桦拜来就是就下晡才出去甲学生仔做对话，当然伊是无诚意啦，去遐无答应啥物物件啦吼，所以去学生仔甲赶去。啊，差不多半点钟前啦吼，咱个马总统马英九啦，伊伫总统府阁开记者会，阮拄则来看脸书啦吼，大家都在批评讲，伊是咧演戏啦，因为伊刚才上课，伊一开始都开始咧骂遐学生仔讲，台湾的民主好不容易到这样子。他们现在霸占国会，用这种非法的手段，难道要把台湾的民主再摧毁吗？如果安尼咧骂，要吓死人！表示讲完全无迄个心，想要好好来回应这社会运动，包括迄学生啊，想要那学生啊，去变到讲占用占领国会这么比较激烈的手段，啊，想要那讲外靠，不是讲讲迄300个学生啊伫内底，外靠还佫几万人，逐天都几万人了，啊，你若讲逐天一两万人。一礼拜算起来，上无就人次来讲，上无超过15万啦，无定变超过20万啦。啊，到即摆伊都感觉讲啊，为伫遐学生仔会忝啦，内底也无空调啦，吼、哦，有法度变数啦，我都洗衫、洗身躯啦。伊遐已经试过讲无法度洗身躯啊，因不让出来嘛。伊若出来，警察就伊去啊。伊是5、6天拢无洗身躯了，啊嘛，异常无变数啊。伊是用保特瓶接伊个呀。哦啊，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，把它围起来，女生就比较更不方便，可是他们就用一个简易的尿桶呀，哎呀，哦，所以马英九今麦策略就是改变，我跟你拖时间，以拖代变，慢慢啊你动袂掉，慢慢啊你来内容内讧，啊个透过一挂统媒，中国时报啦，联合报，伊讲啊，现在学生运动内部出现分裂了，哦，有鹰派、鸽派啥微博啊动袂掉，啊那，这就是。一贯的国民党的手法就是这个样子，哦，啊，当然，今仔日我想吼，在座各位乡亲上关心的就是今仔咱国内一挂情形，包括你看伊，包括甚至民进党以年底的迄个7-1的县市长的选举，咱今仔进度是安怎？啊，包括可能5月党主席的选举，啊，包括讲各位对民进党一定足侪看法，哦，甲建议，哦，我甲吴大帅千里迢迢来遮，就是。要来接受大家的建议，阮两礼拜前才去纽约甲华盛顿 DC， 也是甲差不多几百个迄个乡亲来座谈，吼、哦、啊，为二冬转去台湾5天，阮两个搁赶去东京。